再跟我试试跟你学一下哈。Amy 是 Bibi， Amy 是 Bibi， Amy 是 Bibi， Amy 是。哇。我在美国亚马逊上面看到，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沙雕。他会大便。Feed me, I do a magic poop。喂我，我会用一个 magic poop。拉屎的玩具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就是屎尿。我先把它解放吧。这一只有一个故事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。Turtle。结果我明明就是在我亚马逊上面订了这个红鹤的，结果我收到了一只乌龟。What the？然后我后来就把那只乌龟遣返回国。对，那只乌龟，我来台湾观光一阵子，然后我来之后又坐飞机回去，因为我不想要乌龟的。我这包是鸟饲料，而且他说他我知道他怎么玩，挖挖不干净，他的马桶已经有塞了。OK， 他快掉漆。红鹤，你腿站不直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就是吧，我就说很可爱。去装个水吧，马桶。我们先去妈妈桶装水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要到那条线吗？没有，不用，不用，就是就这样子。不过它还有马桶盖呢，高级。好可爱。它应该会有一个这个喂饲料的盒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只不见了。它是在。里面呢，壁炉下面呢，我就想说怎么不见了？你有的吃啦！对啊，可以走。然后呢？他不是来跟我试试跟你学讲话？壁炉 ，Amy 是壁炉 ，Amy 是。壁炉 ，Amy 是壁炉 ，Amy 是。哇！我要拉屎儿。交给你喂，有这么多。哇！还喂我吃饭？吃嘴？直接喂吗？这样子确定吗？可以吗？真的直接这样倒吗？哦，哎，它有吃的声音，哎，好酷哦！你看，哦，它真的有在吃吗？满了满了，可以拉了，你可以关嘴巴。他看到他拉屎。哦，他在问呢。有啊，拉屎了。有啵啦啵啦的声音，听到了吗？我觉得可以再拉多一点。你觉得你可以再拉多一点？哈，再拉一次。哎呦，防水的便便。我们再让他吃一些，我们再让他拉一次。我想再拉一次。可以，他说他想要再拉一次屎。想漏塞。你想漏塞？漏塞。你呀、啊，我说你想漏塞。真的漏塞很开心。那我们再喂一次。加笨啊，我来加笨加笨。他等下会唱歌，他会唱那个。Oh, oh, let it go. Oh, let it go. 我又来拉了。Oh my god, 拉了。你们好，三坨屎哎。三坨啊。好多坨呢。Oh my god, 好会拉。他唱 Let it go, 要先让他起来了。Let it go, 要先让他起来。我要听 Got to go， 我要听 Got to go， 笑的玩具。这坨屎好大哦，脸在一
起的。我教大家怎么立沙。我教大家怎么立沙。哇，好环保哦！哇，好环保哦！自己拉。然后你看哦，它这个地方啊是有漏网的，所以你刚刚沙倒下去，它就会立。所以这个立出来的沙是干的呢，它完全不会变湿。有水分到机器里面，它会坏掉。你不要连那个敲东西声音都学好不好？没有。哦，很像破破呢，一条一条的。再吃一点。啊，超满的。从哪里拉的？哪里拉的？好笑，你又被他吃到了。I wanna go, I wanna go. 哇，嗯嗯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次的哇，真的强烈哦，一条哦，一整条的，哦，一整条的，哟，连在一起了。手摸大便了。